6岁双胞胎左左右右因为模仿韩国女子团体舞蹈在网络上爆红，2014年的5月更受邀到美国艾伦秀演出，可爱又专业的模样是征服全场观众，半年之内4度登上艾伦秀，而除了在台湾是知名度大开，也成了厂商眼中最吸睛的小小代言人。赶快带你来看到2014年娱乐圈最受欢迎团体左左右右。双胞胎左左右右担任台北跨年晚会的开场嘉宾，蹦蹦跳跳合力登场，还登上了升降台，一跌也不怕高，超敬业演出。2014年最受瞩目的6岁双胞胎左左右右，今年上片台湾各大综艺节目，就连金钟奖也邀请他们当史上年纪最小的颁奖嘉宾。大家加油加油！哇，好可爱哦！我们谢谢左左右右超高知名度，也成为厂商心中最吸睛的小小代言人。跳着吸尘器舞，今年左左右右还接下了发热音。同时展等多项代言，左左右右从网络素人开始受到关注，瞬间爆红的原因就是受邀来到艾伦秀。国际舞台上演出，左左右右一点也不怯场，超棒演出征服全场观众，艾伦立马邀请他们再加入一集，还安排了知名 DJ Twitch 帮他们编排新舞。11月份，左左右右再度登上艾伦秀，跳起美国国民小天后泰勒斯的新歌《Shake It Off》。最后，左左右右还送给大家惊喜，漂亮的一字批征服全场观众。半年内4度登上艾伦秀，在镜头面前活泼又自在，一点也不怕生。其实左左右右的父母从小就用镜头贴身记录他们成长的点点滴滴。妈妈想要吃肉丝，拜托不吃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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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从小就会摆 pose， 又又拼命装可爱，这时左左却来捣蛋。左左借过了，我们拍照了。拜托不是什么，拜托不是什么，拜托不是什么。左左右右从小一起打打闹闹，喜欢同一只狗狗，上演一场抢狗大战，战况激烈，还打了起来，眼看就要哭了，最后却是对着镜头笑了出来。就在2年前，左左右右参加大小姐的唱跳比赛，表演天赋被挖掘，唱片公司邀约签下当小童星。很可爱，很有礼貌，台风很稳健，他们本身很喜欢表演，所以那一天在比赛，我一看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很亮眼，然后很有人缘。我有一个计程车，我开一下计程车，左左右右第一件事情就是跟镜头打招呼，姐妹俩参加节目录影，对电视台熟门熟路，一下就找到了说话间，跟一旁的小朋友相处热络，姐妹间的感情当然也好的没话说。悠悠最喜欢左左的哪里？脸。左左最喜欢悠悠的哪里？眼睛。为什么？他的眼睛很漂亮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最喜欢那个？为什么最喜欢眼睛？左左右右总是会不断轮流跟镜头打招呼，亲和力百分百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左左右右，我是左左，我是右右。No no。哎哎。乐。
是这份简简单单的开心，佐佐悠悠代表着正面温暖的能量，每一次的演出就能吸引观众的目光，成为2014年最受关注的可爱小童星。送你送